现在我来到了豫南县的第一个打卡点，就是大湾古建筑群。这个古建筑群呢，其实就是村里的祠堂。祠堂前面有大片的这个莲花、荷花，现在正好是荷花开的季节啊，看一下。成片的荷花池。成片的荷花，接天莲叶无穷碧啊！这边就是古建筑群了，基本上都是祠堂。哇，这位靓仔好潇洒呀！一个人坐在荷花包围的小亭子里。祠堂旁边就是民居，其实也不大啊，好多鸭鹅。里面看一下是什么？这个倒着的木门是防止鸭子，不让鸭子进去。这些建筑大都是清朝时候的建筑，是村子里比较有钱的大户啊，他们的祠堂。这种祠堂其实在广东是比较常见的啊，去了很多地方，它都有这种祠堂。哦，这里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大湾古建筑群呢？看一下我们这里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、9个祠堂，盖上一个家塾，一个大屋，方玉家塾，五代支开成市泽，西房叶发镇家生。啊，这个屋子好像还有人住呢，这个房子里边还有人住。呀，刚刚我在这里闲逛，这个大喇叭里，啊，这个大喇叭里是警戒区域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过来是吧？啊，你们就是刚开车那个过来的是吧？佛山哪里啊？我在佛山那边过来的。哦，我也在佛山过来的呀。哦。也是来看一下这个是吧？好像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就这一完了。啊，警戒区域，尽快离开。这个喇叭里喊的是警戒区域，尽快离开。哇，这摄像头监控的吧？不让逛是不是？挺吓人的啊。这个是什么树啊？荔枝树啊！哇，这有棵荔枝树啊，上面好多荔枝。看一下，哇，应该很好吃的样子，能不能摘一颗尝一下？上面的大一点。哎，田园风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片绿色，这是什么果子呀？这应该是黄皮吧？摘一颗试一下，应该没问题啊！摘一颗啊，只摘一颗，试一下。嗯，好甜啊。
这个就是我刚刚逛的那个地方，又回来了。哇，这里应该是个船吧。这是一个废弃的船，上面全部长满了绿色的植物。看一下，这还有个迷你小道，走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好凉快呀。这边就是一片麦田、稻田。这棵树有点年头了，这棵树。漂亮，漂亮。绕着古建筑群转了一圈，游客参观还要打电话。好，游客参观打电话，都锁着门呢。这个是齐波大屋，不错不错，就是进不去。发现一间老房子，进去看一下。毛主席万岁。哇，这可是有点历史了。这间房子真的是有些历史了啊。Hello， 不会咬我吧？这是自己养的鱼哈？什么鱼啊？这是？什么鱼？哦，这鲶鱼，黑鱼。哇，这么多！知道这个钩子是干嘛的吗？逛完了，逛了一圈，跟山水的那个大七头古村有点像，山水的那个大七头古村规模好像比这个还大一点。